记住刚才爹说的话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你到大法寺去找我的师父一眉大师就好。爹，快躲起来！爹，走，跟他们拼了！走。 这样吧，你能打败我，我就放你走。怎么了？东瀛剑道丹石流，我一直就很想在中国找到一个对手，可惜不是东亚病夫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来吧。 小鬼也不上，小鬼子！
我爹临死前让我一定要找到师公，请求师公帮忙把国宝夺回来。我已经九十岁了，不再问世事了。难道师公的意思是不帮我了吗？哎呀，师父，大师兄重情重义，是为国家而死，咱不能坐视不管了。哎呀，老衲已经是一介老朽了，潜心修佛，不再开杀戒了。师父。 倒是你应该帮助香儿才对呀。您的意思是，有为啊，你年纪不小了，应该下山去闯一闯了。不如跟着香儿一起下山，助她一臂之力，你看如何？弟子一定尽全力帮助香儿姑娘找回国宝，归还国家。谢谢师公。有为，有。 希望你忍辱其名，为国家、为民族有所作为啊！弟子谨遵师父教诲。阿弥陀佛。